所以你今天要挑战的歌曲是林立豪的《我的歌声里》。对，你觉得林立豪那个时候唱的好不好？超赞。所以你今天有信心唱的比林立豪更好吗？希望如此。我很期待，赶快来听一听林立豪曾经唱过曲婉婷的《我的歌声里》。今天张龙会如何诠释这首歌曲呢？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，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，情不自已。可是你偏又这样，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，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，剩下的只是回忆。但是我觉得张龙，你今天唱这首歌，的确这首歌比较不像你的歌路，但是我觉得你整个表演的方式，我觉得你已经越来越大人，你很 man 很帅气，而且你新的造型很好看，我觉得很好的表演啊。究竟是我们的张龙还是连燕秋能够顺利的进入我们九强？恭喜我们连燕秋以3-2获胜，燕秋。